了凡四训第一篇立命之学。于童年丧父，老母命弃学举业学医，为可以养生，可以济人，且习一艺成名，而复素心也。后于在慈云寺遇一老者，修然伟貌，飘飘若仙，于敬礼之。寓于曰：“自世路中人也，明年即进学，何不读书？”余告已故，并叩老者姓氏礼居，曰：“吾姓孔，云南人也，得少子黄吉树正传，树该传汝。”余引之归，告母。母曰：“善待之。”视其树先昔皆艳，余遂起读书之念，谋之表兄沈称，言：“遇骸骨先生在沈有夫家开馆，我送汝济学甚便。”余遂礼遇为师。孔未于起树，现考童生当十四名，辅考七十一名，提学考第九名，明年复考三处名数皆合。父为补终身修旧，言：“某年考第几名，某年当补廪，某年当贡，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，再任三年半，即宜告归。”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，当忠于正寝，惜无子，于备录而谨记之。自此以后，凡欲考教，其名数先后，皆不出孔公所选定者。独算于时临米九十一担五斗当出贡，及时米七十余担，徒宗师即批准补贡，余窃疑之。后果为蜀印阳公所博。直至丁卯年，因丘明宗师见于场中备卷，叹曰：“五策即五篇奏议也，岂可使伯洽烟罐之如老于窗下乎？”遂依线深闻准贡，连前十米计之，十九十一担五斗也。余因此亦信进退有命，持素有时，淡然无求矣。共入燕都，留京一年，终日静坐，不阅文字。几次归，游南庸，未入见，先访云谷会禅师与栖霞山中，对坐一室，凡三昼夜不瞑目。云谷问曰：“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，只为妄念相缠耳。汝作三日不见其妄念，何也？”余曰：“吾为孔先生算定，荣辱死生皆有定数，即要妄想，亦无可妄想。”云谷笑曰：“我待汝是豪杰，原来只是凡夫。”问其故，曰：“人未能无心，终为阴阳所缚，安得无数？但为凡人有数，极善之人数故居他不定，极恶人之数亦居他不定。汝二十年来被他算定，不曾转动一毫，岂非是凡夫？”余问曰：“然则数可逃乎？”曰：“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诗书所称敌为明训，我教典中说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。夫妄语乃世家大戒，诸佛菩萨岂狂语欺人？”余进曰：“孟子言，求则得之，是求在我者也。道德仁义可以力求，功名富贵如何求得？”
云谷曰：“孟子之言不错，汝自错解了。汝不见六祖说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求在我，不独得道德仁义，亦得功名富贵，内外双得，是求有益于德也。若不反躬内省而图向外持求，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，内外双失，故无益。”因问孔公算汝终身若何，予以实告。云谷曰：“汝自揣应得科第否？应生子否？”予追省良久，曰：“不应也。科第中人类有福相，于福薄，又不能积功累行以积厚福，兼不耐繁聚，不能容忍，时或以才智盖人，直心直行，轻言妄谈，凡此皆薄福之相也，岂宜科第哉？地之晦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无鱼，鱼好节，以无子者一。和气能御万物，于善怒，宜无子者二。爱为生生之本，忍为不欲之根。于今昔明节，常不能舍己救人，宜无子者三。多言好气，宜无子者四。喜饮烁精，宜无子者五。好彻夜常坐，而不知饱元欲神，宜无子者六。其余过恶尚多，不能悉数。”云谷曰：“岂为科第哉？世间享千金之产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享百金之产者，定是百金人物；应饿死者，定是饿死人物。天不过因财而赌，即曾加纤毫意思。即如生子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；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。其斩焉无后者，德至薄也。汝今既知非，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，勿要积德，勿要包荒，勿要和爱，勿要惜精神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此义理再生之身也。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，义理之身岂不能隔天？太家曰：“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”诗云：“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”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，不生子者，此天作之孽，犹可得而为。汝今扩充德性，力行善事，多积阴德，此自己所作之福也，安得而不受享乎？亦为君子谋，趋吉避凶。若言天命有常，吉何可趋，凶何可避？开章第一义便说：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汝信得及否？余信其言，拜而受教，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，为书一通，先求登科。试行善事三千条，以报天地祖宗之德。云谷出功过格事于，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，善则计数，恶则退除，且交持准提咒以期毕验。玉余曰：“福禄家有云，不会书符，被鬼神笑。此有秘传，只是不动念也。执笔书符，先把万缘放下，一尘不起，
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，谓之混沌开机。由此而一笔灰尘，更无思虑，此福便灵。凡起天立命，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。孟子论立命之学而曰，夭寿不二，夫夭与寿至二者也，当其不动念时，孰为夭，孰为寿，细分之，风欠不二，然后可立贫富之命，穷通不二，然后可立贵贱之命，夭寿不二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。人生世间，唯死生为重，夭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。至修身以祀之，乃积德起天之事。曰修，则身有过恶，皆当治而去之；曰祀，则一毫觊觎，一毫将盈，皆当斩绝之矣。到此地位，直造先天之境，即此便是实学。汝未能无心，但能持准提咒，无计无数，不令间断，持得纯熟，于持中不持，于不持中持，道德念头不动，则灵验矣。于初号学海，是日改号了凡，盖悟立命之说，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。从此而后，终日兢兢，便觉与前不同。前日只是悠悠放任，到此自有湛惊惕厉景象。在暗室屋漏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，遇人憎我回我，自能恬然容受。到明年礼部考科举，孔先生算该第三，忽考第一，其言不厌，而丘为重视矣。然行意未纯，简身多误，或见善而行之不勇，或救人而心常自疑，或身免为善而口有过言，或醒时操持而最后放逸，以过折功，日常虚度。自己四岁发愿，直至己卯岁，历十余年而三千善行始完。时方从李建安入关，未及回向，庚辰南还，时请性空慧空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，遂起求子愿，亦许行三千善事，心似生汝天启。余行一事，随以笔记，如母不能书，每行一事，则用鹅毛管印一朱圈于历日之上，或施食贫人，或买放生命，一日有多至十余圈者，至癸未八月，三千之数已满。复请性空辈就家庭回向。九月十三日，复起求众进士愿，许行善事一万条，并须登地受保底知县。于置空阁一侧，名曰至心边，晨起坐堂，家人携赴门驿至岸上，所行善恶先悉必记，夜则设桌于庭，孝照月道，焚香告地。乳母见所行不多，则频促曰，我前在家相助为善，故三千之数得完，今许一万，崖中无事可行，何时得圆满乎？夜间偶梦见一神人，余言善事难完之故，神曰，只减粮一节，万行俱完矣。盖保底之田，每亩二分三厘七毫，余未驱楚，减至一分四厘六毫，唯有此事，心颇惊疑。是幻余禅师自五台来，余以梦告之，且问此事宜信否？
诗曰：“善心真切，即一行可当万善，况何县减粮，万民受福乎？”吾即捐奉银，请其就五台山斋僧一万而回向之。孔公算于53岁有厄，于未尝起寿，是岁竟无恙，今69矣。书曰：“天难臣，命米长。”又云：“唯命不于长，皆非狂语。”吾于是而知，凡成祸福自己求之者，乃圣贤之言；若为祸福为天所命，则世俗之论矣。汝之命未知若何，即命当容险，常作落寞想；即时当顺利，常作福逆想；即眼前足食，常作贫惧想；即人相爱敬，常作恐惧想；即家世望重，常作卑下想；即学问颇优，常作浅陋想。远思养祖宗之德，近思盖父母之谦，上思报国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，外思济人之急，内思贤己之邪。勿要日日知非，日日改过。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于自是；一日无过可改，即一日无不可进。天下聪明俊秀不少，所以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广者，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。云谷禅师所受立命之说，乃至精至碎、至真至正之理，其熟完而免行之，无自旷也。第二篇，改过之法。春秋诸大夫见人言动，一而谈其祸福，密不厌者，左国诸暨可观也。大都吉凶之兆，蒙乎心而动乎四体，其过于厚者常祸福，过于薄者常进祸。俗眼多异，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。至诚合天，福之将至，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；祸之将至，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。今欲祸福而远祸，未论行善，先须改过。但改过者，第一要发耻心。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，彼何以百世可失，我何以一身瓦裂？耽染陈情，私行不义，为人不知，傲然无愧，将日轮于禽兽而不自知矣。是之可修可耻者，莫大乎此。孟子曰：“耻之于人，大矣。以其得之则圣贤，失之则禽兽耳。此改过之要机也。”第二，要发畏心。天地在上，鬼神难欺。吾虽过在隐微，而天地鬼神实见临之。重则降之百殃，轻则损其献福，吾何可以不惧？不为是也。闲居之地，只是昭然。吾虽眼之甚密，闻之甚巧，而肺肝早露，终难自欺。被人去破，不值一文矣。吾得不凛凛，不为是也。一息尚存，弥天之恶犹可悔改。古人有一生作恶，临死悔悟，发一善念，遂得善终者。为一念猛力，足以敌百年之恶也。
譬如千年幽谷，一灯才照，则千年之暗俱除。故过不论久近，唯以改为贵。但尘世无常，肉身亦陨，一息不属，欲改无由矣。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，虽孝子慈孙不能洗涤；忧则千百劫沉沦欲报，虽圣贤佛菩萨不能援引，无德不畏。第三，须发勇心。人不改过，多是因循退缩，无需愤然振作，不用迟疑，不烦等待。小者如芒刺在肉，速予决踢；大者如毒蛇啮指，速予斩除。无丝毫凝滞，此风雷之所以为义也。具事三心，则有过思改，如春冰遇日，何患不消乎？然人之过，有从事上改者，有从理上改者，有从心上改者，功夫不同，效验亦异。如前日杀生，今戒不杀；前日怒戾，今戒不怒，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。强制于外，其难百倍，且病根终在东灭西生，非究竟阔然之道也。善改过者，未尽其事，先明其理。如过在杀生，即思曰：上帝好生，物皆恋命，杀彼养己，岂能自安？且彼之杀也，既受屠割，复入顶祸，种种痛苦彻入骨髓；己之养也，真高罗列，时过即空，蔬食菜羹尽可充腹，何必戕彼之生，损己之福哉？又思血气之属，皆含灵芝，既有灵芝，皆我一体，纵不能功修至德，使之尊我亲我，岂可日戕物命，使之仇我恨我于无穷也？一思及此，将有对时伤心，不能下咽者矣。如前日好怒，必思曰：人有不及，情所宜今，背理相干，与我何欲？本无可怒者。又思天下无自世之豪杰，亦无游人之学问，情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，感未至也。吾昔以自反，则谤毁之来，皆磨练欲成之地，我将欢然受赐，何怒之有？又闻谤而不怒，虽谗焰熏天，如举火焚空，终将自息；闻谤而怒，虽巧心力变，如春蚕作茧，自取缠绵。怒不为无益，且有害也。其余种种过恶，皆当据理思之，此理既明，过将自止。何谓从心而改？过有千端，唯心所造。无心不动，过安从生？学者于好色、好名、好货、好怒，种种诸过，不必逐类寻求。但当一心为善，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如太阳当空，魍魉潜霄，此经一之真传也。过由心造，亦由心改。如斩毒树，直断其根，岂必枝枝而伐，叶叶而摘哉？大抵最上至心，当下清净，才动即觉，觉之即无。苟未能然，须明理以遣之；又未能然，须随事以尽之。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未为失策；直下而媚上，
则浊矣。故发愿改过，明须良朋提醒，忧须鬼神证明。一心忏悔，昼夜不懈，经一期二期，以至一月二月三月，必有效验。或觉心神恬旷，或觉智慧顿开，或除冗沓而触念皆通，或与怨仇而回嗔作喜，或梦吐黑雾，或梦往圣先贤提携接引，或梦飞步太虚，或梦床翻宝盖，种种盛世皆过消罪灭之相也。然不得执此自高，化而不尽。昔瞿伯玉当20岁时，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，至21岁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。即22岁回时21岁，犹在梦中，岁复一岁，地地改之，行年50而犹知49年之非。古人改过之学如此。吾辈身为凡流，过恶未及，而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见其有过者，心粗而眼翳也。然人之过恶深重者，亦有笑靥，或心神昏色，转头即忘，或无事而常烦恼，或见君子而赧然消沮，或闻政论而不乐，或失慧而人反怨，或夜梦颠倒，甚则妄言失志，皆作孽之相也。苟一类此，急需奋发，舍旧图新，幸悟自悟。第三篇，积善之方。亦曰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昔严氏将以女弃书梁河，而立续其祖宗积德之长，逆之其子孙必有兴者。孔子称舜之大孝，曰：宗庙享之，子孙保之，皆治论也。是以往事争之。杨少师荣，建宁人，是以嫉妒为生，久雨息长，横流冲毁民居，溺死者顺流而下，他州皆捞取货物，独少师曾祖及祖为救人，而货物一无所取，乡人吃其余，待少师复生，家建狱，有神人化为道者，谕之曰：如祖父有因功，子孙当贵显，遗葬某地，遂依其所指而贬之，即今白兔坟也。后生少师若冠登第，位至三公，家曾祖祖父如其官，子孙贵盛，至今尚多贤者。银人杨自成，初为县吏，存心仁厚，守法公平。时县宰严肃，呕踏一囚，血流满前，而怒犹未息。杨跪而宽解之。宰曰：怎奈此人越法背礼，不由人不怒。自成叩首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哀今勿喜，喜且不可，而况怒乎？宰谓之忌言。家甚贫，愧为亦无所取，欲求人乏粮，常多方以济之。一日有新囚数人待捕，家又缺米，己求则家人无食，自顾则求人堪悯，与其父商之，父曰：求从何来？曰：自行而来，
沿路忍饥，菜色可掬，饮彻几之米，煮粥以四求。后生二子，长曰守臣，次曰守止，为南北吏部侍郎，长孙为刑部侍郎，次孙为四川连县，又俱为名臣，今楚廷德政亦其义也。昔正统间，邓茂七倡乱于福建，市民从贼者甚众，朝廷起鄞县、漳都县、凯南征，以济擒贼。后伪布政司谢都使搜杀东路贼党，谢求贼中党副策籍，凡不负贼者，密授以白布小旗，约兵至日插旗门首，借军兵无妄杀，全活万人。后谢之子谦中状元为宰辅，孙丕负重探花。莆田林氏先是有老母好善，常作粉团诗人，求取及与之，无倦色。一先化为道人，每旦所食六七团，母日日与之，终三年如一日，乃知其成也。因谓之曰：吾食汝三年粉团，何以报汝？府后有一地葬之，子孙官爵有一生马子之数，其子依所典葬之。初世即有九人登第，累代簪缨甚盛，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。冯卓安太史之父，为义祥生，隆冬早起复学，路遇一人倒卧雪中，门之半僵矣，遂解几棉裘一之，且扶归旧苏。孟神告之曰：汝救人一命，出至诚心，吾遣韩琦为汝子。即生卓安，遂名琦。台州英尚书壮年习业于山中，夜鬼啸疾，往往惊人，功不惧也。一夕闻鬼云：某妇以夫久客不归，翁姑逼其嫁人，明夜当亦死于此，无得待矣。公前卖田，得银四两，即委作其夫之书，寄银还家。其父母见书，以手寄不累，遗之。继而曰：书可假，银不可假，想而无恙。父遂不嫁，其子后归，夫妇相保如初。公又闻鬼语曰：我当得待，奈此秀才坏无事。旁一鬼曰：尔何不获之？曰：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阴德尚书矣，吾何得而获之？英公因此亦自努力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，欲岁饥则捐谷以赈之，欲亲戚有疾则委屈维持，欲有横逆则反躬自责，怡然顺受。子孙登科第者，今累累也。常熟徐凤竹氏，其父素父偶遇年荒，先捐租以为同义之唱，又分谷以赈贫乏。夜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匡万不匡，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。相续而呼，连夜不断。是岁凤竹国举于乡，其父因而亦积德，孜孜不怠，修桥修路，斋僧接众，凡有利益无不尽心。后又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匡万不匡，徐家举人直作到都堂，
奉逐关中两浙巡抚。嘉兴图康熙公初为刑部主事，宿狱中细寻诸囚情状，得无辜者若干人，公不自以为公，密书其事以白堂官。后朝审，堂官摘其语以训诸囚，无不服者，是冤狱十余人。一时捻下咸宋尚书之名，公复禀曰：年古之下，尚多冤民，四海之广，兆民之众，岂无亡者？以五年差役减刑官，何时而平反之？尚书为奏，允其意。时公一差减刑之列，孟一神告之曰：汝命无子，今减刑之意，深合天心。上帝赐汝三子，皆一子妖精。是夕夫人有身，后生英勋、英坤、英俊，皆显官。嘉兴包平，字信之，其父为池阳太守，生七子，平最少，坠平湖袁氏，与吴父往来甚厚，博学高才，雷举不第，留心二世之学。一日东游卯湖，偶至一村寺中，见观音像淋漓露立，即解陀中得十金，受主僧另修屋宇。僧告以功大银少，不能俊事，复取松布四匹，剪妾中衣七件与之，内住者系心志，其仆请以之。平曰：但得圣相无恙，吾虽裸成何伤？僧垂泪曰：舍银及衣布，犹非难事，只此一点心，如何易得？后宫完，拉老父同游，宿寺中。公孟伽蓝来谢曰：汝子当享世禄矣。后子变孙称方，皆登第做显官。嘉善知吏之父，为刑房吏，有求无辜献重辟，亦哀之，欲求其生。求欲其妻曰：知公嘉义愧吾以报，明日言之下乡，汝以身试之，彼或肯用意，则我可生也。其妻弃而听命。及至，妻自出劝酒，具告以夫意，知不听，足未尽力平反之。求出狱，夫妻登门叩谢曰：公如此厚德，晚世所惜。今无子，吾有弱女，送为箕肘妾，此则礼之可通者。知未背礼而纳之，生吏若冠众魁，官至翰林孔目。吏升高，高升禄，皆共为学伯。禄升大伦，登第。凡此十条，所行不同，同归于善而已。若复经而言之，则善有真有假，有端有曲，有阴有阳，有是有非，有偏有正，有半有满，有大有小，有难有易，皆当身辨。为善而不穷理，则自谓行持，岂知造孽，枉费苦心，无益也。何谓真假？昔有儒生数辈夜中风和尚问曰：佛事论善恶报应，如影随形，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，某人恶而家门隆盛，佛说无稽矣。中风云：凡情未敌，正眼未开，任善为恶，止恶为善，往往有之。
不憾己之是非颠倒，而反怨天之报应有疵乎？仲曰：善恶何至相反？中风令世言其状。一人谓利人欧人是恶，敬人礼人是善。中风云：未必然也。一人谓贪财妄取是恶，廉洁有守是善。中风云：未必然也。众人立言其状，中风皆未不然。因请问，中风告之曰：有益于人是善，有益于己是恶。有益于人，则欧人利人皆善也；有益于己，则敬人礼人皆恶也。是故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公，公则为真；利己者私，私则为假。有根心者真，习迹者假；又无为而为者真，有为而为者假。皆当自考。何谓端曲？今人见谨愿之事，类称为善而取之；圣人则宁取狂倦。至于谨愿之事，虽一相皆好，而必以为德之贼。是世人之善恶，分明与圣人相反。推此一端，种种取舍，无有不谬。天地鬼神之福善祸淫，皆与圣人同是非，而不与世俗同取舍。凡欲积善，绝不可逊耳目，唯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。纯是济世之心，则为端；苟有一毫昧世之心，即为曲。纯是爱人之心，则为端；有一毫愤世之心，即为曲。纯是敬人之心，则为端；有一毫玩世之心，即为曲。皆当细辨。何谓阴阳？凡为善而人知之，则为阳善；为善而人不知，则为阴德。阴德天报之，阳善享世名。名亦福也。名者造物所寄，是之享圣名而实不复者，多有其祸。人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，子孙往往骤发。阴阳之际危矣在。何谓是非？鲁国之法，鲁人有熟人臣妾于诸侯，皆受金于府。子贡熟人而不受金，孔子闻而恶之曰：赐失之矣。夫圣人举世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道可施于百姓，非独是己之行也。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，受金则为不廉，何以相熟乎？自今以后，不复熟人于诸侯矣。子路整人于逆，其人谢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喜曰：自今鲁国多整人于逆矣。子俗眼观之，子贡不受金为忧，子路之受牛为劣，孔子则取由而处次焉。乃知人之为善，不论现行而论流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不论一身而论天下。现行虽善而其流足以害人，则似善而实非也；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，则非善而实是也。然此就一结论之耳。他如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信之信，非辞之辞，皆当抉择。何谓偏正？昔吕文义公出此相位，归故里，海内养之如泰山北斗。有一乡人醉而立之，吕公不动，谓其仆曰：醉者勿与教也。闭门谢之。余年，其人犯死刑入狱，吕公实悔之曰：
是当时稍与计较送公家则治，可以小成而大戒，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后，不为养成其恶，以至于此，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。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如某家大富直岁荒，穷民白昼抢粟于市，告知县，县不理，穷民欲嗣，遂私执而困辱之，众使定，不然积乱矣。故善者为正，恶者为偏，人皆知之。其以善心而行恶事者，正中偏也；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，不可不知也。何谓半满？亦曰：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书曰：伤罪贯盈，如注物于器，勤而积之则满，懈而不积则不满，此一说也。昔有某侍女入寺，遇师而无才，只有前二文，捐而与之，主席者亲为忏悔。及后入宫富贵，携数千金入寺舍之，主僧唯令其徒回向而已。因问曰：吾前失前二文，失亲为忏悔，今失数千金而失不回向，何也？曰：前者物虽薄，而失心甚真，非老僧亲忏不足报德；今物虽厚，而失心不若前日之切，令人待忏足矣。此千金为半，而二文为满也。钟离受丹于吕祖，点铁为金，可以济世。吕问曰：钟变否？曰：五百年后当复本质。吕曰：如此则害五百年后人矣，吾不愿为也。曰：修仙要积三千功行，如此一言，三千功行已满矣，此又一说也。又为善而心不着善，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。心着于善，虽终身勤力，止于半善而已。譬如以才济人，内不见己，外不见人，终不见所失之物，是谓三轮体空，是谓一心清净，则斗粟可以种无涯之福，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。倘此心未忘，虽黄金万亿，福不满也。此又一说也。何谓大小？昔魏仲达为管职，被设置冥司，主者命立成善恶二路，必至则恶路盈庭，其善路一轴仅如柱而已，所乘称之，则盈庭者反轻，而如柱者反重。仲达曰：某年未四十，安得过恶如是多乎？曰：一念不正即是，不待犯也。因问轴中所书何事？曰：朝廷常兴大功，修三山石桥，君上书见之，此书稿也。仲达曰：某虽言朝廷不从，于事无补，而能有如是之力。曰：朝廷虽不从，君之一念已在万民，向使听从，善力更大矣。故志在天下国家，则善虽少而大，苟在一身，虽多亦小。何谓难易？先如为克己，须从难克处克将去。夫子论为人，亦曰先难。譬如江西舒翁舍二年仅得之束修，代偿官银而全人夫妇；与邯郸张翁舍十年。
所积之前带完赎银而活人妻子，皆所谓难舍处能舍也。如镇江晋翁，虽年老无子，不忍以幼女为妾而还之邻，此难忍处能忍也。故天降之福亦厚。凡有才有势者，其立德皆异，义而不为，是为自暴。贫贱作福皆难，难而能为，斯可贵耳。随缘即众，其类至繁，约言其纲大约有十。第一，与人为善。第二，爱敬存心。第三，成人之美。第四，劝人为善。第五，救人危急。第六，兴建大利。第七，舍财作福。第八，护持正法。第九，敬重尊长。第十，爱惜物命。何谓与人为善？昔舜在雷泽，见愚者皆取深潭厚泽，而老弱则于急流浅滩之中，侧然哀之，往而愚焉。见争者皆逆其过而不谈，见有让者则愚扬而取法之，积年皆以深潭厚泽相让矣。夫以舜之明哲，岂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？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，此良工苦心也。吾辈处末世，勿以己之长而盖人，勿以己之善而行人，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。收敛才智，若无若虚，见人过失且含容而掩覆之，一则令其可改，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。见人有微长可取，小善可露，幡然舍己而从之，且未厌称而广述之。凡日用间发一言行一事，全不为自己起念，全是为物立则，此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。何谓爱敬存心？君子与小人就行迹观常易相混，唯一点存心处，则善恶玄绝，判然如黑白之相反。故曰，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所存之心，只是爱人敬人之心。盖人有亲疏贵贱，有智愚贤不孝，万品不齐，皆无同胞，皆无一体，孰非当敬爱者？爱敬众人，即是爱敬圣贤，能通众人之智，即是通圣贤之智。何者？圣贤之志，本欲私事私人各得其所，吾何爱何敬而安一世之人，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。何谓成人之美？欲之在时，抵制则瓦砾，追逐则规章。故凡见人行一善事，或其人志可取而资可进，皆需幼业而成就之，或为之讲戒，或为之维持，或为白其污而分其谤，勿使之成立而后已。大抵人各物其非类，乡人之善者少，不善者多，善人在俗，亦难自立，且豪杰铮铮不慎修行迹，多易指摘。故善事常易败，而善人常得谤，为人人长者匡直而辅益之，其功德最宏。何谓劝人为善？生为人类，孰无良心？世路易易，罪亦莫逆。
凡与人相处，当方便提思，开其迷惑。譬由长夜大梦而令之一觉，譬由久陷烦恼而拔之清凉，为会最朴。韩愈云：一时劝人以口，百世劝人以书。较之与人为善，虽有行迹，然对症发药，实有奇效，不可废也。失言失人，当反无志。何谓救人危急？患难颠沛，人所时有，偶一遇之，当如通关之在身，素未解救。或以一言申其曲意，或以多方记其颠连。崔子曰：惠不在大，妇人之急可也，盖人人之言哉。何谓兴建大利？小而一乡之内，大而一邑之中，凡有利益，最宜兴建。或开渠导水，或筑堤防患，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饭以济饥渴。随缘劝导，协力兴修，务必贤宜，勿辞劳怨。何谓舍财作福？世门万行，以布施为先。所谓布施者，只是舍之一字耳。达者内舍六根，外舍六尘，一切所有无不舍者。苟非能然，先从财上布施。世人以衣食为命，故财为最重。吾从而舍之，内以破吾之谦，外以济人之急。始而勉强，终则泰然，最可以荡涤私情，驱除执令。何谓护持正法？法者，万事生灵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财成万物？何以脱尘离缚？何以经世出世？故凡见圣贤妙貌，经书典籍，皆当敬重而羞斥之。至于举扬正法，上报佛恩，尤当勉励。何谓敬重尊长？家之父兄，国之君长，与凡年高、德高、位高、时高者，皆当加以奉事。在家而奉事父母，使深爱婉容，柔声下气，习以成性，便是和气隔天之本。出而事君，行一事，无为君不知而自恣也；行一人，无为君不知而作威也。事君如天，古人格论，此等处最观阴德。试看忠孝之家，子孙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，切须慎之。何谓爱惜物命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，唯此恻隐之心而已。求人者求此，积德者积此。周礼孟春之曰：牺牲无用聘。孟子为君子远庖厨，所以全无恻隐之心也。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，谓闻杀不食，见杀不食，自养者不食，专为我杀者不食。学者未能断肉，且当从此戒之。渐渐增进，慈心愈长，不特杀生当戒，蠢动寒灵皆为物命，求思竹简，除地杀虫，念衣食之由来，皆杀彼以自活。故暴殄之孽，当与杀生等。至于手所误伤，足所误见者，不知其机，皆当委屈防止。古诗云：未属长留饭，莲蛾不点灯，何其人也。善行无穷，不能单数，由此十事而推广之，则万德可备矣。
第四篇，谦德之孝。亦曰：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服谦，人道物盈而好谦。是故谦之一卦，六爻皆吉。书曰：满招损，谦受益。与吕同诸公应试，每见韩氏将达，必有一段谦光可居。心未济邪，我家善同袍，凡十人，唯丁敬与宾年最少，极其谦虚。余告费锦颇曰：此兄今年必地。费曰：何以见之？余曰：为谦受福。兄看十人中有循循款款不敢先人如敬语者乎？有恭敬顺承小心谦畏如敬语者乎？有受武不达文棒不变如敬语者乎？人能如此，即天地鬼神犹将佑之，其有不发者？即开榜丁果重视。丁丑在京，与冯开之同处，见其虚极敛容，大变其幼年之习。李继言直量亦有，时面攻其非，但见其平怀顺受，未尝有一言相报。余告之曰：福有福始，祸有祸先，此心果谦，天必向之。兄今年绝地矣。已而果然。赵玉峰，光远，山东冠县人，童年举于乡，久不第，其父为嘉善三尹，随之任。慕前明吴而执文见之，明吴悉抹其文，赵不为不怒，且心服而速改焉。明年遂登第。人沉岁余入晋，物下见所，见其人气虚意下，谦光逼人，归而告友人曰：凡天将发思人也，未发其福，先发其慧，此慧一发，则福者自食，四者自敛，见所温良若此，天启之矣。即开榜，果重视。江阴张卫言，积学公文有声意林，甲午南京乡试，遇一寺中，皆晓无名，大骂士官，以为咪目。时有一道者在旁微笑，张俱一怒道者。道者曰：相公文必不佳。张亦怒曰：汝不见我文，吾之不佳。道者曰：文作文，贵心气和平，今听公骂力不平甚矣，文安得公？张不觉屈服，因咎而请教焉。道者曰：重权要命，命不该重，文虽公无益也，需自己做个转变。张曰：既是命，如何转变？道者曰：造命者天，立命者我，力行善事，广积阴德，何福不可求哉？张曰：我贫事何能为？道者曰：善事因功皆由心造，常存此心，功德无量，且如谦虚一节，并不费钱，你如何不自反而骂士官乎？张由此折节自持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。丁酉，孟至一高房，得侍录一册，中多缺行。问旁人曰：此金科侍录。问何多缺名？曰：科第阴间三年一考教，须积德无咎者，方有名。如前所缺，皆系就该重视，因心有薄行而去之者也。
后指一行云：“汝三年来持身颇甚，或当补此，幸自爱。”是科果中150名。由此观之，举头三尺绝有神明，趋吉避凶断然有我，须使我存心至行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，而虚心趋吉，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，方有受福之计。必弃盈者，必非远弃，纵发亦无受用。稍有实践之事，必不忍自挟其量而自据其福也。况谦则受教有地，而取善无穷，由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。古语云：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，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。人之有志，如树之有根，立定此志，须念念谦虚，沉沉方便，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有我。今之求登科第者，初未尝有真志，不过一时异性耳，性道则求，性懒则止。孟子曰：王之好乐甚，其其庶几乎？予与科名亦然。